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节目。今天呢，我们为您回顾一下2014年金立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21轮的一盘主将之战。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贵州百灵队的主将十月九段和中国移动上海队的主将邱俊九段。这两个人应该说现在都是当红的一线棋手啊，刘老师。是的，嗯嗯，这个两个。我说他们是年轻棋手，但是也不小了。十月现在排名第一，是的，是的，等级分。嗯，邱俊，都是上海主力，他们在围甲。我们今天讲的是第21轮的这个他们主将战，主将相遇的一盘棋。嗯，哈，是。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进行吧。好，现在是黑棋是十月，嗯啊，对，这样。对，两个都是新小目。嗯，对，这个很正常。这同行，然后挂角，啊，对，拖一个，拖一个，它是走的是这个雪崩形。顶。哎，对，雪崩形状。嗯，刘老师，最近这个大雪崩，因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好像都没人下了。没有，我再往继续走了啊。大雪崩呢，就是压一个扳了打了立啊，这个就是。以前非常常见的一个复杂的一个定式，没错。现在呢，就像那么实战，你看他们就是这么直接打一个，这么交换，对，接住。对。然后他拆了一个。对对对对，这个就把化解了那个大雪崩，不走那个复杂那个定式了。对。那个定式一走啊，半盘棋快没了。没错。现在好像还是比较少见一些。少见一点，这个这样呢，就是棋盘。这也是现在一种棋盘变变大，它是把一些悬念留在后面，这一种下法。嗯，对这个，你如果虎呢被分头，所以它先占这个位置，这个也是有的。这个如果说黑棋这个子在这儿的话，以前好像挺多的，比如说下在这儿或者下在这儿。哎，这个挺多，这个也打入之类的，有一系列的套路。是我记得是这样走这个走这个什么。这个反正是很多。对，是的，是的。嗯，那现在这个棋呢，这个小目是背向着它了。嗯，所以呢，十月在这里选择了一个拆到星位。对，哈，这面都是很微妙的一个大一个布阵结构的一个东西，这个也很复杂，这个就需要专业棋手在平时一个每个人的有研究。对，是的。就下面黑棋走这个，下面白棋怎么走？这是一个焦点。如果说他刚才像我们摆的这样呢，就是白棋一般都是加在这儿，嗯、就直接加入是，是是是是是。那现在这个情况不太一样，人家是这样了。对，如果说你再加在这儿的话，显得这个位置是不是太近了？这个位置比较好一点，他就算虎一个吧，是吧？那么白棋贴上。对对对，这样这个可能是这样。这。可能是这样，所以他不那么走。那么白棋能不能在这个形状下加一个呢？加一个是不是他有可能有？据说有这个下法。哦，虎在底下。啊。那虎在底下现在断打好像不太好。他长这个不行。长这个就是吃这个。是的。这样的话，那他下法比较多。您单挑一个还是压住？单挑一个。嗯。单跳一个白棋，这两个子已经没法跑了。这个下法有点多，这也是一种下法，也有单占，这个也是每个研究不一样啊。对。但是这个当然也是有的，有人下过，曾经下过的。加这个。但是，现在呢，他们实战都没那么下，没那么下。没错。他们下法这个是邱俊的研究啊。嗯。打入。直接打入，对，这个打入是比较特别。白棋这个打在这儿呢，我觉得可能他觉得，因为现在这个打在这儿，我们刚才摆的觉得不太好。那么他现在打在这儿呢，是觉得他这个子是高位。跟先前的这个低位不一样，或者是这儿这都不太一样。如果高位了之后呢，他打在那儿呢，底下二路有飞啊，有跳啊，这个子可能是比较容易处理一些。对。打这个呢，首先你来进攻我。如果走这个，他大概加一个啊，再加那就不能糊底下了。你大概只能粘上面，这不行，粘上这只能粘在这儿。他大概立一个，对，这样呢，他跨出来呢是个位置比较好。
跨这个，对，啊，这好像不太会下了，应该是接下来应该是能成立的，这能搬断吗？不行吧？他冲啊，对，现在搬好像还是要冲了，对，这感觉黑棋要花，有这个可能危险，有可能危险，你的形状不太好，是的，这形状不太好，这个可能是不见得行，黑棋。这黑棋不太好占，不太好下来说，应该是这样。所以他这个能够，如果你要来进攻我的话，白棋有这个手段呢，夹完靠出来，形状比较有利。是的。所以说这个阵呢，可能不能走，它不能被这个夹住。被夹住不舒服，是吧？对对。那么不正的话，这个棋形，假如说你。像这种招，这就觉得很形状很歪，形状不好，不太对，这依然有夹，是被人家夹得很不舒服，是，所以他实战呢还是自己老老实实先虎了一个，对，实际上这样跳出来，对，这个形状就是高位和这个不，如果这个呢，可能白棋不这么选择，现在他这个位置在这儿呢，白棋就选择这个打入跳出来，这样的话应该说是白棋，也还是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对，他主要是看这个位置啊，他跳的之后，他觉得哎，这挺舒服。对对对。正好是跳在这个黑棋两边这夹住他的地方。这个形状呢，我问过十月，他觉得后面这个一系列的变化，黑棋还可以。黑棋还可以。不是，他说白棋还可以。他说对方还可以。是，我也觉得白棋还不错。我说为什么啊？实战我们看实战啊。这看白棋接下来是怎么下，它是飞在这儿的，飞在这儿，对，它不是这样飞的，飞的话人家可能就压它一下算了。它是压宽一路。对，它走远了，这秋千宽一路。是的。哎，然后接下来黑棋尖顶。对，这个尖顶应该说也算是个好棋。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立的话，通常一尖立的话，它是一个挖断。那现在要直接挖断吗？直接挖断是不是有点危险？也有可能，比如说直接挖断。直接挖断看看啊，先看一眼这个挖断，它至少得防一下。它跳在这儿。跳在这儿，它有可能，它可能就吃了。对，好像这跳在这儿，白棋外面太薄了，就看起来有可能外面被黑棋下得太厚。不舒服，这白棋。可能黑棋愿意。黑棋不错，愿意啊。就是说，这个你要防它这个挖断。是的。那么逼迫你。实战就这么搬一个，黑棋挡住，就看起来这个白棋的招法呢是有点俗，稍微有点俗，是的。所以说我要问一下十月，我说这么俗是不是你会满意啊？他说还是白棋可以，白棋应该是可以的。所以不在于这个招法熟不熟，而在于这个结果的判断啊，到底怎么样？关总，我当时还觉得这个是一个两分的差不多。您觉得差不多？因为他这个稍微俗了一点。如果那面成的不错的话，还可以。但实战后面我们有点不同。后面我们看后面啊。黑棋又贴了一个。贴一个。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棋先拐冲了他一下。对，他的目的啊，我想是通常是挡。对，是的。他这里有一个刺。他刺的话，黑棋要硬一个吧？这硬哪儿啊？应该硬这个吧？硬这儿是吧？对，这样啊，好一点，可能是这样。他刺一个，他比较舒服。这样的话，他也许会跳一个。对，可能是这样。对，接下来这块棋还是依然对黑棋来说是一个负担的。比如说，白棋接下来他二路一小飞，对，没有活。对，然后挤上来吗？这没有活，是，可以是这样，你跟中间这儿还可以先要一下也行，先团他一下，团他也可能不要了两个字，对，有可能虎到一下来，对对对，这个棋是这个黑棋没有活，你就点了几只没有活的，那你得往中间跑，是的，这个形状，这白棋希望走成这样，那么黑棋呢？他想打乱白棋的意图，对，他不想让白棋得逞，对，他觉得这样下的不舒服啊，所以他飞在这儿了。他的目的是这样：你如果冲了，我这样刺一个先并一下，对，大概是这样的形状。对，这样的白棋的形状，黑棋反正也不要眼位了，但是你这个白棋这个地方，你我跟你对跑，你的眼位也不行。对，
你不是想破我眼吗？我先把你眼破了，哎，都受到眼泪受损失。是的，是的。哎，当然我之前在往前推的时候，推算啊，我说这个压之前是不是可以考虑先压掉？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哦，这样有没有可能这样？那白棋得印一个，大概并一个，并在这儿。嗯，然后你再考虑这个，一贴起来，哎，这样它就冲不着了。但是，一般这个，这个。很难说，有这可能，那很难说。不管怎么样，而且您走这个，如果他病的话，回头他您爬他一下，他好像有点难受，对，看着，有点难受，稍微。对，大概是这样。嗯，这个棋被先压一个，可能没注意到这个冲啊，他飞一个，而且这个因为这个没有刺掉，对，没有刺掉呢，这个白棋把这个眼位做上了。那如果说直接。扎了怎么样？那扎掉是这是黑棋全力。是不是觉得好像对？再跳一个。对对对对，这可以，我觉得可以，应该可以。也别那个有保留了，可能不好意思了，也可能长。再长一个是吧？也是大概会长一个。嗯。也许成为这样，黑棋挡一个。挡住，这挺大的，确实。然后白棋往那边走，大概成为这样。嗯。哎。那么如果不走，这个也很厉害，这个对是挺大的。哎，这样还有他把黑棋的眼都破光了，等于啊，哦，还有脚尖，哎，这很麻烦，是大概是这样。那么他不走白棋，你既然不走嘛，他觉得干脆我把这个眼位做了。关键是你不先并掉的话，人家就走掉了，好像先并掉看起来像俗手的样子，就像刚才白棋扳打，也像俗手，但是他这个很奏效啊，很管用。所以说，有的时候俗手还是挺管用的，不要不好意思走，可能还是应该走掉。是的，是的。嗯。那么黑棋长了一个。黑长一个。嗯，对。白棋再长。再长。是。现在是不是黑棋打这个就显得没多大意义了？所以打这个也是一步棋，和这个呢稍微这个就被白棋便宜一下。刚才是这个形状，现在呢被黑棋这两个应该是白棋稍便宜一点。嗯嗯。所以他这个还有点心不肯，所以呢，他爬在这里，有点不甘心是吧？对，爬在这里了。是的。也是一个，被白棋冲了，一个定型，对啊、被白棋冲，黑棋跳，嗯，然后白棋脱先了，白脱先，白棋，所以这也很难讲，他是不是到底应该挡住了？是。现在呢，白棋我觉得这个形状好一些。是这个地方啊，它这个有点，这个地方有眼位，它一贴就活棋，基本上即使封死它能活。对，是的。哎，这个形状，所以说黑棋有不满意的理由。嗯嗯，之前要么把它刺掉，哎，或者说像您这样把它压掉，哎，反正走成这个结果呢，稍微不太满意。嗯，稍稍差一点，但是这个棋局还早，是还早。嗯。接下来呢，白棋挂角，挂是相当大的一步棋。这个棋对，黑棋轮黑棋走，如果往这边走都是失控了，正好失控。这个挂一个非常大。这步棋现在是白棋必抢的一个大场。抢大场，是的，嗯，这是二尖高架，对，白棋点，点一个刺呢，这个黑棋也没有反应，不没有办法，没脾气，应该只能粘上，应该只能粘上。这个断起来太厉害了，要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不管走什么，马上就断，这个作战并不行。嗯，现在是个定型，跳一个，一个简单跳，因为飞的话，它必然是要冲断，所以要跳这个。嗯，跳这个，黑棋飞，飞一个，对，然后再压，尖住，尖住，这样呢，就在这里啊，白棋呢就想办法求活，对，是的，是吧？求活，嗯。如果说白棋只是这样单纯的往外跑的话呢，这好像显得有点无力啊。不是跑的话，这因为它这个后啊，这个地方尖一个，这个地方它这个地方有毛病。嗯。哎，这个地方有太薄。嗯。有毛病，哎，这个往前跑步还不如自己想办法做活比较好。对，就地做活比这个跑出去。如果能活，都是先求活；如果实在活不了，那么再往前走比较好。实战这么走，啊，然后拆一在这儿，把眼码出来，就像你刚才说的，对，这样，白棋扳一个，扳一个，嗯，挡住，然后一糊，这个定型来说，您觉得怎么样？
差不多。白棋呢，就是眼位，这个眼位比较丰富，这有扳了，他这有扳，能够眼位。关键他这儿有一个下来打下来，这个比较厉害，确实。这个打如果立呢，被挡下来了，他大八杆是踢掉，然后被打吃，接上，这还挺难受。他粘上的话，对啊，这很大，粘上，难道你还要后手这样去打过吗？这就很委屈了。啊，是是是，就比较难受，下的有不舒服的感觉。是的，嗯，所以这步棋还是挺大的，确实在这儿。那么接下来呢，黑棋就把这个给吃了，吃掉。嗯，那这样一来，这白棋有先手的意味啊。那这块棋的先手活出来，对，我就是说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这个黑棋啊，有哪个地方觉得不满意？觉得攻击的要我还想狠一点儿，不知道哪个地方觉得不太满意。是的，或者说，这个不要跑或者打过，或者是先扳一个，都至少我还有这种心情。没错，是这样。我有心情，比如说跑之前先扳呢，等等，这个比较复杂。但是走成这样，白棋总还算凑合满意。是，就觉得白棋还比较满意。还行，就这两个，战役下来之后啊，总体觉得白棋比较满意，但是这棋局呢还是比较早。黑棋因为它先手之力，它厚实。如果你那个进攻还能得到便宜的话，这个这是关键。十月现在挂了一个在这儿，是排名第一的人是吧？是的。这个扳一个，对，扳一个呢，他是。担心本来说你怕你立或者怎么样啊，他反正扳一个呢，先也是一个不大棋。对。但这个时候我就说扳了，为什么不挡一个？不挡住他是吧？挡呢，他也许怕这个断。断不是征掉了吗？已经征掉了吧？对，暂时断不了，应该是。已经征掉了，对，那就为什么不挡一个？不明白是吧？这个我觉得总是要挡一个吧。他如果现在挡的话，白棋会脱先吗？还是会硬？如果硬的话，怎么硬？扳角吗？扳一个，这扳一个就目数好一点，这肯定看不见了。黑棋那这两个交换我也就算了，我赶快走别的。这样就等于说挡着一下了。这个太大了。没错。那你再走，那要不然你挡住的时候，我是不是往回插一个，先引一下针？他这个。哦，先打一下。打一个。那得接上，不然我这引针就白引了。是，那么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引征的问题。对。这个黑棋呢，如果补一个稍微的不舒服的话，你要不太肯，不太肯的话，你中间掉一个，想法把那个针给补了。对。啊，那也可以。补一个这个，这也是一个攒法，赶快打这个。白棋大概这样，打这个，这样怎么样？好一点。那我再更正一下，这个是不是回来一点？回来，让你没有刚才那个回来一点那么舒服的补引针的点。是是是是是，那就补一个吧，是吧？补一个啊，那补一个我就算了，算一个，我就心平气和了。对，可以了。那如果走成这样，我也愿意选这个黑棋。这个大，这不错。我愿意选这个黑棋。其实白棋那两手棋虽然搁在那儿，你发现被人家一挂之后，这空也不是你的，是还早着呢。对，我觉得扳了挡是总是要挡一下。扳了不挡就觉得这个内面太大，因为它还有死活问题。对，这个以后这个棋啊是这样的，就打完了之后，这个是有一个点的啊。这点如果将来黑棋一旦厚了的话，是有点的。一旦急了，它还有这个。对，这要点进来的，这个点很厉害，所以白棋必须得防他的在外面。是是是是是。这个所以这个地方呢，刘老师为什么强调一定要扳虎柱，还是走后了，还是有他的道理的。还是想那么，还是想，扳，走后。是。这个他没有走，十月没有挡。没有挡。没有挡。他觉得这个地方反正你已经虎了，我就脱先了。对。而这个棋呢，他抢这个打挂一个。是。挂一个当然很大。他拆回来了，拆一个，这都是大棋。对，对，但是白棋呢，现在把这个很要紧的地方飞出来了。对，这个明显的一步大棋。对，这个不单单是大场，主要是跟死活有关，有关系，厚薄有关。大家看到这个挂角的子啊，白棋放在那儿挂了一下就不理了，人家三尖家夹住你了，他还是脱先，但是你依然不能把他怎么样。对。
就下面的棋呢，就是进行了，你看它飞完之后呢，黑棋因为它要攻那个棋，是，你看看啊，它实战它是尖顶，尖顶一个，白棋长，长，然后呢飞住，嗯，它爬一个，它长一个，这样呢就等于是被它先手啊，白棋先手走的，嗯，飞一个你还要跟着它走两个，那是白棋还是便宜了。现在白棋这个算无忧了，他只要把那两个子处理好，他首要任务。现在越看这个搬下去越大，是吧？对，这个只要把那个处理好就行，那两颗子。现在这个子是在低位，如果高位当然很好。那好多了。高位很好，那低位。所以单跑一块棋的时候还是非常容易的，白棋只要自己把这两个子安安稳稳的逃出去就行了，这不是什么难事儿。小尖一个，这是局部形状的要点。如果说黑棋挡住的话，白棋是不是直接就点三三了？白棋可能还不那样，他可能是拆一。哦，先拆一。拆一。先考验你一下，我要点了。告诉你。对，要马上点了。如果当时点的他立啊，这个作战并不一定行。哦。要直接拆一，他可能补一个。那。这补的黑棋补在什么地方啊？如果立呢，正好被挤一下。哎，对，大概是这样。那如果团在上面，那底下官子又亏了。是。那底下你没立着嘛，就是差一些。对。所以这补的这个很难受。这个是他十月本人说的。哦。他是说要拆一。要拆一是吧？他是这么想的，他怕白棋就拆一，他说我没有办法。那我说你怕他点进来。哎，对。点进来不怕。点进来倒不怕。嗯。那我说你这前面为什么不挡一个啊？这个就亏的。我是这么问过他。那他有没有说这个挡下来确实很大？是不小，但是他说那个也不小，他说好像他可能对我客气，他说好像这个也不小。这个棋呢，我觉得就稍微重复一点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拐啊，这个子力上对不太舒服。那么实战它是退的，对，在这儿实战退，嗯，实战退。那么白棋这个形状，白棋比较好是吗？它实战你看它搬这个，对，这么定型，对，打吃，对，接上，是，嗯，这个白棋的形状感觉已经很饱满了，接下来冲团都是先手，这眼很容易就做出来，底下还有二路虎。这哪儿哪儿都是盐，所以这块棋基本上黑棋已经没什么指望是能攻人家了。对，他接下来走这个。这个棋从这个局部过来啊，就说黑棋好像不便宜。是。他这个主要是关键，他飞了先手啊，这个活了，本来还想威胁他，挡着之后你看还有种种的威胁，还有点呢，现在都不用想了，都没有。现在就是要进攻那个，看能不能行。现在人家走在这儿，这是很常见的一种这个情况下的处理手法啊。黑棋跳。现在如果白棋这个棋处理好了，应该说是，整盘白棋还是不错的棋。对，就前面这几个回合啊，都是白棋得分了。总体来说，因为你要现在都是属木啊，就是说守木的话，因为你黑棋先手你要进攻，你要光属木，天木现在有负担，我自己这么认为。是的。现在总是这样。黑棋靠一个，靠一个，对。然后白棋挖针，挖针在这，这么定型啊。黑棋粘上，对。那白棋呢？先断了它一下，在这儿。断一个，也是你硬，你不能，你要这样的话，他把这个上面这个拔了，这不行。所以呢，要吃这个，我认为是也是。必然的哦，他就单长一个是吧？必然应该是这样，断一个，断一个，因为你别的手法你还要怎么样呢？如果只有这两个选，这个不可以是吧？是的，这断一个呢，基本上来说，接下来刚才刘老师给大家摆的呢是单长一个。那么这个断一个之后，白棋究竟想干些什么呢？这块棋会处理成什么样子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2014年围甲21轮主将战十月对邱俊的对局。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讲解到这儿，白棋刚刚断了一个在这儿。刘老师说这棋呢，黑棋基本上是要藏在这儿的。
对。那么它断完了之后，它这个断的子究竟想干嘛呢？对，那断一个呢，适应手之后你长啊，是的，这个我下面能有一些利用，哦，关键要利用。你说实际你要对杀不见得行，嗯，对，好像杀不赢，杀不赢，你走这个，你比如说你走这个，他，啊，就挡住，怎么杀还是不行。没错，嗯。这个棋应该怎么杀呢？你如果单粘上，他就搬一个，反正气不够，气不够，是的，是的，哎，这个是气不够的，嗯嗯，就这个收气的时候啊，黑棋记住一定要挡这边，对，嗯，你小心，你不要拐到那边，哎，只要不拐那个，拐这个会往回一拐，这个就麻烦了，一拐这已经气不够了，对，现在你煎这个已经来不及了。嗯，煎的时候呢，白棋可以先挤你一下，对了，啊，这是收气的手气，这个，就死掉了，是黑棋气不够了。嗯，断一个并不是吧，他不是说能够要吃黑棋，他是意思是要来利用，嗯，要怎么样把这两个子啊利用下来，不能这个棋如果再走那就不对了，对，是，这个时候就是像怎么样最大限度的利用一下，嗯，哎，白棋先飞一个，对，这个飞一个是好棋，飞一个这个时候啊就气子了，对，你如果你吃这个当然我就算了，啊，我这个子当然好，你要不走，我再跳，那当然就有棋了。是的，是的。就考验一下黑棋，让黑棋难受。这个时候利用，哎，黑棋不得已而挡之，挡住呢，我这个就算便宜了，那个就弃掉。嗯。那么他这个断了之后，一立一飞，嗯，他白棋觉得这块棋呢已经可以搁置了，因为接下来这个是先手。对。也就是说，这个是先手是什么意思呢？我这地方随便走一个，嗯，这个眼都出来了。对。然后上面你搬也搬不动了，我这个是先手，你再敢搬过来的话，我打吃就把你这个子就贴死了，对吧？嗯。所以你已经走不动了这地方。那么既然这块棋已经铁厚了，白棋就可以脱先了。对，这个棋呢，嗯，如果你就是说我讲究形状，在这个地方打一个，觉得挺好，顺手打一个，可能很多人会这样。但是这个时候啊，嗯，白棋会走这个。黑棋打进来，这黑棋会走这个，这个特别大，是的，因为全局基本上大的地方都分割完了，没这个是最大的地方。嗯，这个打入是恰到好处，这个地方有透点，这个这一打入呢，就把这个空给破了。嗯，嗯，所以这个时候啊，在最后一个大场啊，白棋要往这个抢这个大场，当务之急。飞一个。对，这招棋太大了。对。这手一封呢，你进来我就要杀你，嗯，把这条边给护住了，嗯，最后一个大场给护住，对，是的，我觉得这是特别关键的一步，嗯，所以我们看这个地方白棋的定型手法，他刚才是这个样子的，对，他这样的时候，嗯，他并没有去断打，嗯，啊，非要长一个，然后跟你搅和半天，对对对，这就不对了，这不对，他断在断下面好棋，这个是好手，对对对，他这个定型定得非常漂亮，通过这个定型。他这个能抢到这个先手，关键刚才邱老师说他这是先手，你这搬就没用了，对，如果不是这两个交换，如果都不交换，他直接会搬上，对，他就搬这个搬这个很难过，嗯，通过这个交换之后，那你这个搬就不成立了，嗯，这个就黑棋下不能搬了啊，在这里，嗯嗯，这个下得非常好，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个构思，但是这个招法一下就，我觉得这邱俊状态不错。邱俊把这个最后大场一收口，嗯，这个呢基本就定局，你就要把你的方向啊，你就没有什么方向，你只能来过收官。对。怎么潜销问题了？没错。你没有留给你大场了。嗯。最好是当自己下完之后，对方没有大场是最佳的状态。嗯，是的，就是说最后一个大场我把他手指了，抢到了，最好，那显然是你前面你下对了，对，就是，对方肯定是他没下对，他肯定是很不舒服下的，嗯，所以这棋对于黑棋来说现在挺困难的，不好下了已经。黑棋啊，黑棋控不太够，主要他就要想办法怎么样来，怎么收官问题，嗯，怎么破控啊？是，他实战呢先靠了这个，适应手，嗯，十元的适应手。立下来，他立下来，这个也很多人会挡，挡呢，他目的性会加一个，我想是这样。嗯嗯，是的。他希望加这样加一个，你要走这个，我就打这个，打吃是吧？哦，你长我就粘上。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棋。那么这个呢，他忍耐一下，就干脆来个实战手。是的，实战手呢，嗯，你那个官子不给你。嗯，这是邱俊的招法。
我们现在看全盘呢，就是说基本上白棋它没有特别薄的棋，这块棋呢，由于刚才虎到一下，底下也有眼，对，很容易做活。那块棋呢，这个先手这外面这做眼太容易了，这个都是铁控，这不存在生死。你只要在这里面活不了，是的，是的，这里面活现在就比较难了，很难。那么怎么办？所以这黑棋确实比较难办。对，如果平常收控的话，你像白棋这个一退，就肯定是一副收控的态度，就表示我这控比你领先，我把控守住就行了。对，黑棋长现在。对，刚才说了，邱老师说这个不可以啊，这个刚才我说一下，这个因为打吃，因为你这个点不着，打吃。对，长一个。对对对，这样来不及死掉了啊。你走这个现在肯定是来不及，你走永远走不着，哎，你走这儿我压住你。哎，对对对，这个就死掉了，所以搬是不成立的。搬是不成立，所以呢，剩下来你只能是，长一个呢，当然是这个是很大的一步棋。刚才本来我白棋都有可能走的。对，是的。这个长是要长的。下面就是白棋怎么处理的问题了。白棋就贴一个。白棋这个贴呢，我的研究啊，我觉得是不是还有更好的？这个贴，这个时候处理形状啊，我觉得是不是现在就干脆就拖这个比较好？现在走掉吗？要走掉。那我要搬一个吗？搬一个，我就断。断再打吃。对，这个我干脆就走掉。这个时候拖呢，你不会去走两个，对吧？啊、对，这个不行，不可。而且我以后这个是先手。是，这很重要。那往里面拐，你挡不住的。是的，这个你这个空啊，就你这个都打折扣了。这个时候我就飞一个，我觉得这样啊。这个不可怕，因为你这个还是先手，团一个先手，团先手，这个眼位啊也很充足，没关系，你要点的话，我即使把这个眼团住也已经够眼了。我现在就外面还有头，就不怕，直接飞就可。是的是的。我看就这么交换掉，马上飞一个白棋就没问题，这个眼位也不怕。这有两个眼，那面两个眼位也很丰富。是的，我认为这样下白棋不错的。为什么不这么定型？把这个定型定掉，定型完了就干脆也都没有变了。我认为这样就可以了。对，这个呢，应该说这样，只要这里面不出棋，护住这个控来说，白棋不差。对，我倒喜欢这样的白棋。只要这个控不差，然后这棋又没有人家就是明显攻击你的目标的话，这棋人家就很难下。这个以后里面搬了，里面你的控就受大打折扣，好在这儿大打折扣，是吧？这个是先手，这里面你就没多少控。是的，是的。哎，那搬了挡不住。对，挡不住。他只能跳或者弯一个。对对对，你这个控不是很牢的。哎，所以这样定型可以。这个邱俊没有这么下。他还想保留。我认为就直接这个时机，这个时候啊。实际上是个好时机，我觉得他可能觉得这应该是他的权利哦，就没有必要。但是他觉得反正早晚都是他下的，他走一个的话，黑棋忍回去是挺难忍受的，就感觉。就如果说单加的时候，他比如说他后面下的，那黑棋他肯忍回去，那他顶在这儿，他怎么都舒服了。那下面有眼位，他可能有眼位，是的，那就不可以。他没有走，这个直接这么下，白棋切了一个。这个时候不知道白棋会不会有一些优势意识在这儿？优势意识，刚才那个定型，我认为就比较简明。那优势那样的话，直接就定型。现在被他连扳，有点看不清了，就不明白。这个连扳完了之后，你被他连走两下，为什么不单飞被他连扳一下？现在这个连扳了之后呢？我们看到他黑棋为什么要这么下呢？他是有目的的。现在他飞了这个很重要。把它眼位先灭了，对，是的，是的。灭了这个眼位呢，你白棋这一块棋有负担。那刚才刘老师如果飞在这儿的话，他这些子都没有了。对，就差很直接一步到位，直接飞到这儿。对，就把这个交换掉了。现在这两个走成这样，被他多两个，那么就中间呢，白棋要想办法也要处理。是的。虽然也不。离死还没关系，还远，但是眼位还很多，但是你要处理。这块棋呢是这样的，如果说你非常想就做眼呢，你得这样做，那就很疼啊！这被人家吃到这儿来了，你这目数先损一把。不，这个他要急的话也可以。还可以急。这个眼位都，你得想办法往外。不好，对，所以说呢，白棋，
先脱先了，在这儿。对，先打这个。嗯，它外面还有头，这就力量拼力量。长一个。是。挺。对。这看起来白棋一点也不担心自己这块棋的死活，他下的棋呢离这儿还挺远的，对，有点距离。这个头在这儿，他正面有夹，正面往回拐了，他周边厚没负担。对。那么黑棋怎么攻击，它是一个难题了。接下来，这很考验池悦，我觉得。嗯。这非得要攻出点东西来才行，要不然这木肯定是不够了。这接下来他飞了这个。这比较强。嗯。这比较强。白棋拐出来在这儿。因为现在目标只能是中间这个了，是吧？嗯。趁着攻这个呢，把中间能够把三个给收掉。对。如果那样的话，是不是黑棋的空可以至少是拉近了很多了？对，如果能把中间吃掉，当然可以。吃掉当然好。靠的时候，白棋依然很冷静，就长一个。这个时候不要去蹲，如果你要这样的被这个空下来啊，对，这是大的，对，是的，那个中间小，中间吃起来还很累，不见得就能吃着。嗯，那么这个时候，刘老师，我在想，他黑棋能不能把这个先压掉？这个压是肯定你的先手，对，然后就必然是这样。考虑这到底应该吃哪？能不能来个狠的？如果吃一个这个，这个实在不像能吃掉，不想，这样能吃掉吗？我当然很想能吃掉这个先手。对吧？啊，是。这个也新手，接这个吧。对，这个像这么靠一靠啊，这都是有先手味道，不见得能吃得到。似乎有些危险。那面先不说，我如果跳一个，你做怎么办？不知道。你给我冲断我吗？不明。这个也很麻烦。对，这个你也很麻烦。这冲断关键，白棋一贴，这一打一拐，这黑棋还能行吗？这看着怎么都已经快进去了，吃不掉，这不行。这个跳一个恐怕你就很麻烦。是的，那你要先走中央吧。嗯，这个已经这不可以，这个也先慢的，不要随便走。主要还是黑棋自己有点薄，他扣完了他还是长了一个，他觉得这棋被人家扳住，他没有把握，确实吃的。是。嗯。这两个，这个靠白棋，我总算也算安心了。嗯，要是我说不定还想靠进去呢。嗯，想从这儿撞进去。对，这样撞进去。对，我这看里面这东靠一下西靠一下，挺容易出棋的。就是就都有这种想法。嗯，如果他扳底下，扳就断一个。对，就这一类的啊，还是想这么来。那么他这样呢，靠一个呢，我也就白棋也算安心了。对。你中间反而不好吃。是。嗯。然后白棋把这个接掉了，接掉。他现在已经看清楚了，就是下面呢，就让你挤在这儿，然后我就走一个，把自己连上就完了。哎，黑棋是不是长了？对，他这已经有个子，刚才长了一个。白棋就这么补上。他跳一个，在这儿。这个跳一个，他先这个回家。嗯。然后呢，你这两个子呢，也有危险。他至少你飞一个你没了，或者拐一个。对。也有一点猛。这个但回家很要紧。没错，是。挺大的，那么黑棋呢？先把这个，要不然刚才您这个跳，马上就跳进去了。对，跳进去，那看起来黑棋这个攻击的目的最后还是要把这三个子给切下来，想跟他收目。这显然这块棋你现在已经攻不着了，人家都逃回家去了。逃回家去了。甚至我，要是我都还有可能往这儿走。直接跳一个是吧？有可能。直接跳一个，他现在能冲断吗？您觉得？冲断不算好，不像好棋。冲断好像看起来不太行。不像好棋，这个不像好棋。打完这一贴就拐过来怎么办？我倒担心他可能压一个威胁我那个。先压过来。我威胁我那个，我是担心这个。嗯。他这样。所以他可能担心着回来。嗯。所以黑棋把这个先护住。护住，赶紧。靠，并回来，就所以我觉得黑棋整体的形状来说还是挺薄的。你看，你走完了，人家靠你只能缩回去。但这个要紧的，这个就被人家加一个受不了。这个受不了，这个打吃，这个形状不对。还是跟刚才的回到那个原来的。对，人压拐住你。这个压了拐住，就有。依然不太对。不太好。嗯。更别说这个啊，反正总有棋的。这个棋。他靠一个，靠一个，他并回来。对，下山这样。这个像是把白棋吃掉，
对吧？哎，像是吃，但是呢，这个棋因为白黑棋的形状有缺陷呢、啊，对，这个棋还没吃干净。因为这个都走出一下，我们看实战，这个还没。实战白棋现在拐了一个，在这儿啊，拐一个。拐在这儿本身也是非常巨大的一步棋，因为把这两个子切下来了。对。现在你要黑棋补一个，就把它吃掉了。但是他也给你了，比如说刚才压一个啊，长。对你这是吃掉了。而那个不大，他可能会补这个。把这个搬粘。搬粘。搬粘也是很巨大的一步棋。对。把吃接上或者考虑脱先啊，这样。加收控是吧？这收控好像觉得黑棋也不是很有利，不是因为这两个子被切掉，跟这三个子被切掉，虽然说可能觉得这三个子大一点，但是呢，你那个费了半天功夫，这样定型也不见得就能赢，不见得赢，这个也巨大。而且白棋把底下的空等于全收住了，在那一带是挺巨大的，还是看来黑棋没有把握。黑棋没有这么选择，黑棋看我们看黑棋的选择啊。现在靠完了，白棋拐一个。拐一个。黑棋拼，他要打这个，他觉得那样收不够。这个搬粘特别大，是的。白棋呢下得很稳健，他就走这儿。这个相当稳。他如果不走的话，他是不是担心这个黑棋还要靠过去之类的，还是单挖一个？也许担心挖一个。哦，担心黑棋挖这个是吧？这个。对，担心这个，担心这个可能，你可能只能这样吃。有点薄是吧？接住。他再往前进。这能搬得住吗？会会在这儿。我这个。搬住好像打完了一冲，已经出棋了。就味道不太好。对，是的。味道不好。下的。对，挺稳的，很扎实。白棋也是自信满满的，因为这个虎完之后啊，这个还先手，因为有这个打下来。是的，这打完了，这个目数差挺多的呢。你别看这走完了之后一挤，这底下都得收棋，黑棋。在这儿。然后黑棋小尖了一下，接住。对，所以我说当时白棋应该走掉就可以。现在这个走完了之后啊。还不抵这个交换一下打吃呢，因为挤掉现在再走的人家粘这个了，对吧？对。所以说这个黑棋先尖，我觉得黑棋白棋没有保留的必要，直接应该走。然后黑棋又拼了一下，他把这个提掉。他显然是很拼，因为这个如果不提，现在回过头压这个小尖依然是一个大棋。这个是不对，这个应该走中央。那如果说。现在如果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好多了？好多了，应该这么下，对，应该这么下。这样呢是一盘棋，可以说大家，就和平收官，到时候胜负呢也就在官子了。是的，是的。这样呢是正统的一盘棋。大家收官就行了。对。那么那个棋呢，他可能以为要个先手，没必要。现在中央最大。是的。这黑棋必然应该走中央。黑棋去提一个这个棋，可能这出问题了。这局两个人也很奇怪，这个地方就先搁置，白棋谁都不走去赌这个，他现在不会粘的了，这个太小了，对，是，也不会让你先手提到，这被你白便宜了，这心情上怎么说也不肯了。对，这白棋就他先搬了一下，搬一个，适应手。弯的时候呢，把这个挤掉。在哪儿交换了一下啊？这个不挤掉吗？他贴了一个，贴了一个，一路搬一个，是。然后接下来终于动手了，这中间呢，黑棋半天不下，我怎么也得先把你中间的空给破一破。对，这个是好棋，这个是好棋。那如果说黑棋冲过来怎么样？对，如果你冲断，他打。假如说冲，对，冲他会走。现在。断哪儿是断这个吗？断这个，大概是断、这个。断这个吧。断这个，他贴一个。他可以贴一个，那就麻烦了。贴这个。那他当初这个贴跟这个交换是有预谋的吗？这看着好像有点联系嘛。对，你贴你搬了，这个是就成立了。对，我现在已经搬不动了，现在显然不能搬这个。这个棋呢？这冲完了打一溜下去已经麻烦了，这。打这个是吧？接上。对，
打这个，嗯，接上，就一溜打，这个应该之前走掉，对，那个可以先起掉，嗯，这样，这样，嗯，你要提这个，那你看你这个一路搬就废了，是吧？这样，这如果说这两个子拿掉的话，啊，那就完全不一样，这个接触好多了，这看，那因为你这个搬是个废棋，啊，对呀，啊，嗯，那这样的话被他这个打穿，嗯。你吃这两个都当然没意思，你就是吃中央也不打。是的，这是吃太多了。你看你吃哪边了？嗯，这样是白棋成功，一路打出来，哦，白棋希望这样。他我本来还没看懂为什么他贴一个然后再挑，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贴一个再挑，原来这是有联系的。对，哦，他这个因为这黑棋这个形状啊，气太紧了，嗯，气太紧了，嗯，所以这个棋啊。他不能冲断被贴一个很麻烦，被冲了被贴麻烦是吧？不好走，确实搬不动。对他不能搬，也不能走别的，人家还是要冲了打下去。如果你说刚才都来不及啊，嗯，如果你吃这个，他可能也是这个，他还是打吃他往前冲也行，这依然不行，黑棋。他就往前冲，叫吃你提他，他还可以叫一下，嗯，是吧？是的。这个黑棋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是这样，啊，这走不动了，这只能拐下去。他就算您就打掉吧，打掉没关系，他不管是接还是不接，反正一路下去就完了。嗯，这个是黑棋不愿意的。嗯那么这个冲断这不行，那么这个是就变成好棋了，嗯，因为你的紧着气呢，是吧？是。嗯，所以他走这个的时候，黑棋就为难了，现在不好下了。本来呢，这个黑棋呢一直在拼抢，就那个地方他不补过。但其实呢，我们刚才刘老师也说了，应该把这压了，还是要尖掉，不应该去拼抢这个右下角的这个提。好，哦，这个提显然是见小了，嗯。那么现在被人家贴完了一跳的，这个黑棋不好下了，已经没办法把这三个子原原本本的把它切下来。如果说只是冲了断这儿的话，那就吃的太小了，实在是这样目不够。本来我们就恨不得就压完了就要尖到这儿来，这样大吃它了，嗯，所以呢，白棋跳的时候呢，它为难了，它是搬长了一个，长一个，白棋贴，现在搬了一下，搬住，然后黑棋搬进来，搬进来，下成这样，这个是不是挤掉？啊，它接上，把这个接上，是的，哦，那这个白棋黑棋是太成功了，就白棋回来了。白棋成功啊，对，是走一路没有这几个都他全连回来，等于说，嗯，这中间一目都不剩了，对对对，你接下来要围一目棋都很艰难，嗯，这个棋还在人家嘴里呢，现在，嗯，尝了一个，尝一个，他这个顶一个，嗯，是吧？顶一个，是的，嗯，再压，这个要挤掉了，对，是的，就，嗯，先手是吧？粘上，接住，扳住，嗯，是。这样呢，他点一个，对，是吧？他还想奋力的拼杀一下，这样就，他断了一个。这个时候是应该是黑棋现在形势不利的，嗯，一个下法，嗯。这个时候呢，如果黑棋想要破眼的话，他只能拐冲这个。那我粘上。对，如果说粘上的话，嗯，那么黑棋就要求先把它顶断。嗯，他走这个。嗯，这样是不是也不行？这地方人家能拱出一只眼来，对，这黑棋中间还得补，这地方有个扣断，你这个得补一个，还是不行，嗯，应该说那个不行，他就拱完了再拱一个，这里冲下去了，这还不行，这个实战关键是他这有冲断，哦，还有冲断，有冲断这个棋，哦，嗯，冲断就要出棋了，哦，是这样，嗯，您就现在就冲断是吧？对对对对对，冲断这个他接上的话怎么样？那里面就出棋了，嗯，这个就出棋了，尝一个，这里面已经是个双活了，是吧？对，双活，外面就不对了，啊，这样就坏了。哦，嗯，这里面是双活。原来是这样。嗯，哦，那怎么都不行，他这个冲着一下还是不行。这个不算冲，他也，还是不行。不算冲。嗯。所以黑棋实战是并回去了。直接并回来。啊，嗯，直接并回来，你看白棋还要，嗯。白棋就把它断了。白棋断一个。对，嗯，如果你现在走的话，这。他有棋，就刚才我说有冲断了。如果你走这个，他就有冲断。是的，他粘上，他这口气紧上了就不一样了。先冲断你。嗯。对，这个冲断你就没办法了。对，是的。你现在坏了已经。是的，你这个
叫这个怎么办？这个就算叫吃掉是吧？啊，这都不行。这个紧着气呢。打完了这一口气就把你闷死了。对，这个不可以，这绝对不行。哎，这不行。那么，这个是秋瑾下的好啊。是的，是的。断一个。他断。然后断一个呢，他补了一个。嗯，是吧？这个棋不走的话，他会走这个。嗯。这个受不了。靠断的。哎，这一靠就断了。嗯是的，冲呢就冲断，嗯，这个没办法，要补一个，本身这个也吃不掉，是的，嗯，那么现在白棋动手了，他断了一个，然后黑棋挖打，嗯，白棋呢就把它冲断了，对，断一个，黑棋打吃，现在好歹呢上面这口气还没紧住，所以不至于马上出棋，但是对这个棋还只能打到里面，嗯、是的，长一个，挡住，再加一个，白棋他先。打一个，提掉，这样加一个，夹住，这都是劫财，啊，立下来，他就把这个把这个干脆这个是先手了，啊，是吧？对，你还得补这个，把这个打了，咱先提劫可以，先提劫，先提劫，嗯，先提劫，黑棋点了一下，在这点这个，那再走，贴，他长，再冲，再长，嗯，再侯住，是啊。然后黑棋再提劫，他是打一个是个劫，是吧？对，提掉。那么黑棋冲一个是个劫，是的，嗯。然后白棋这儿是个劫，对。然后再提劫，对，提劫，再断一个是个劫，啊，是。黑棋提过来是吧？对，黑棋提过来。然后搬一个是个劫，因为这儿有冲断，没错，只能粘，对，再提过来。这是最后一手了，就下到这儿。这是最后一手，对，就下到这儿，就黑棋没有再继续了。黑棋接下来这儿还有劫财，当然可以有劫，比如说这个劫或者冲啊，等都是劫。嗯，但是呢，这个劫之后的这个啊，它可怕，这是一个劫，这个还都是劫。啊，对，劫财太多了。这个劫你还很难过，还只能这么吃。嗯，然后他每走一步都是劫财，嗯，走这个，那么走这个再紧气，你还紧气，但那他就很难过了。确实。这些后面这几个都是难过了。对，所以他。这盘棋最后的结果呢，就是直白的秋瑾中盘战胜了十月，这棋下的还是挺精彩的。好，我们今天讲解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